女人这一生啊，最该看透的三个冰冷的真相，我建议你呢赶紧收藏起来。第一呢，拒绝一切的道德绑架。你要知道，脾气好的人呢，他往往都是在受气；善解人意的人呢，往往最委屈；会照顾人的人呢，往往没有人照顾的；会哭的，会闹的，最后啊都有糖吃。越是啊懂事早的人，反而越没有人心疼。第二，无论你每天选择做什么，都会永远失去这一天，所以不要在烂人烂事上呢浪费一秒钟。你每天真正能够自由控制时间不会超过4个小时，但真正就是这4个小时呢决定了你的人生命运。请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身上，余生很贵，请勿浪费。第三，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高估了自己在任何人心中的分量。能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冷漠，而是你心存幻想的重蹈覆辙。生活本不易，有的人可以改变，有的人呢真改不了。你要学会用适当的方式去处理这夫妻关系、朋友关系。这一套幸福女人系列丛书呢推荐给这位姐妹们。这里呢一共是分为5册啊，第一本是聪明女人的说话技巧与处事智慧，第二呢是淡定的女人最幸福，第三呢是做一个刚刚好的女子，接下来是优雅的女人的气质修养与社交礼仪，做内心强大的女人。这套书啊能够让你呢从内到外成为有魅力的优雅女子，活出呢属于自己的最美姿态。